一个不起眼的小市场里面，竟是你平常看不见的稀罕玩意儿。这些都是刚刚下山的老百姓，一进小市场这边就被围拱了。走着，咱也去看看。正宗的长白山人参，刚刚下山的五匹叶，这个可不是小龙虾，这个是俺们山泉水里的小喇。你要是把它当灵芝买回家，那可就要交学费了。这个是老牛肝，就适合当个摆件。这红彤彤的就是大山里的小红果子，你要是翻来覆去老是属羊的，就拿它煮水喝。刚刚下山的黄金草，俺们当地老百姓都称它为嗷嗷叫，晾晒干了泡水喝。这嗷嗷叫咋来的？此处不带省略一万个字儿。这是刚刚下山的新鲜灵芝，不仅好用，还能当个摆件。这优质的香参片入口都是回甘回甜的，半人多高的老黄芪还真不多见。这个就是冬天你的暖宝宝，每天三两片，让你暖暖和和的。这个可不是什么黑煤炭，这个是俺们长白山的桦树。不过像这么大块的，咱也头回见。